如果你买了新款的 Mac 键盘，可能会注意到原先的 FN 键多了一个地球的图标。我们知道原来 FN 键的作用是让控制键切换到传统的功能键，然而作为一个占用键盘控制区域按键的 FN， 它的作用实在是难以和边上的 Command Control 相比较。因此我们看到如今 iPad 键盘把 FN 的位置换成了一个地球键，这样的设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iOS 里的地球键，也就是起到输入法切换的作用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推荐把这颗按键映射成 Escape 键，这样就能弥补 iPad 官方键盘缺乏 ESC 的问题。如果你要在 iPad 上用终端软件，就能方便很多。然而地球键在 iPad OS 15里获得了很大的强化，已经不再是一颗功能单一的修饰键，你可以用它搭配 H 回到桌面，搭配 A 换出 Dock。 同时大多数多任务和分屏控制的按键也需要用地球键修饰，当然这里的任务切换逻辑等同于多指滑动，与 Command 加 Tab 不同。回过来看一下目前两大阵营的修饰键设计，可以发现因为 Win 键只能实现系统功能，所以导致快捷键可能的组合就要少很多。最好的例子就是 Final Cut 这样的剪辑软件，四个修饰键能让快捷键的功能覆盖更广，设计更有逻辑，用户掌握起来也更容易。而新增的地球键则能在不引起冲突的情况下调用更多的系统功能，有一点 Win 键的味道。而且只要能升级到 Monterey， FN 键其实也有了地球键的功能，你也可以像有些 PC 那样让它和 Control 对调，但问题是 PC 上的 FN 键通常是键盘底层或者 EC 实现， Windows 自然不能为这些 FN 键设计更多的功能，这又是一个软硬结合的案例。而且在 macOS 上其实也支持 iPad OS 新加入的快捷键，比如 Globe 加 C 就是调出控制中心， Globe 加 N 就是调出通知中心， Monterey 新增的快捷笔记也能通过 Globe N 调出，其中的内容可以来自 iPad OS 同步，这又是一个跨平台共享数据的场景。Globe 加 A 可以调出 Dock 栏，这和 iPadOS 又是高度一致。如今元宇宙、AR、VR 这些概念又被人拿了出来，触摸屏生态也早已普及，但是苹果仍然在致力优化键盘体验。我想 Globe 键上做的功能其实就能说明苹果有着全业界顶级的交互开发者。这就是为什么前面十年 iPad 的模仿者没有几个活了下来，因为哪怕到了现在，很多 iPad 的模仿者，他们的模仿也仅仅停留在做一个键盘保护套、做一个触控笔这样的表面，围绕硬件去做的系统级功能乃至各种软件功能都有很大的空缺。这就是为什么苹果能把一块键盘卖得比入门平板贵，因为真的有体验支撑它的溢价。从功利的角度看，可能入门 iPad 这样的产品确实会比同价位产品少诸如高刷这样的特性，但如果真的放到实际的用户体验上，只能说加州码农的代码从来不免费，西尔奇或者青山湖的码农也就超了表面。 OK，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觉得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。不知道你怎么看这颗地球键的作用，还有苹果围绕硬件做的很多功能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